Gunners are searching for airborne and surface targets.
Gunners are searching for airborne and surface targets. The enemy ship sank. Thank you.
Gunners are searching for airborne and surface targets.
欢迎来到训练场，在这里你将会学会操控坦克。 将游标移到所显示的坦克，请等待直到坦克炮塔前进，并且武器的瞄准镜和游标连成一线。切换到瞄准视图，你可以使用缩放从而更好地看屏幕中心的十字准线，会显示射击时炮弹的落点。如果当前的炮弹不能穿透护甲，它就会变成红色。 目标护甲的厚度不同，十字准线会呈现不同的颜色。摧毁坦克的最佳方式是让坦克操控人员失去行动能力。在坦克的中部移动瞄准镜，坦克的战斗舱位开火。 坦克会有大麻烦，切换至第三人称视角，摧毁坦克或至少使坦克失去行动。大多数坦克的引擎装在尾部，将瞄准镜移到所显示坦克的尾部，切换至瞄准视图，并向坦克引擎开火。 可以看到占领要地上面有一个标记，如果该标记是白色，就表示进入占领区。
来到训练场，在这里你将会学会操控坦克。开始移动，跟随关键点直到开火为止。请游标移到所显示的，请等待直到坦克炮塔前进，并且武器的瞄准切换到瞄准式。你可以使用缩放，从而屏幕中心的十字准线会显示射击时炮弹的路。如果当前的炮弹不能穿透护甲，它就会变成红。目标护甲的厚度不同，十字准线会呈现不同的颜色。红色意味着当前的炮弹。摧毁坦克的最佳方式是让坦克操控人员失去行动能力。在坦克的中部移动瞄准镜，坦克的战斗舱位开火。实在坦克中，那辆坦克会有大麻烦。切换至第三人称视角，摧毁坦克或至少使坦克失去行动能力的另一个有大多数坦克的引擎装在尾部。将瞄准镜移到所显示坦克的尾部，切换至保持视图，并向坦克引擎开火。现在你必须完成一项真正的战斗任务。可以看到占领要地上面有一个标记，进入占领区。信息通知你已经占领该区域。占领区的标记已经变成蓝色，这就表示该区域属于你的战。占领战略要地是赢得战斗的一种重要方式。当一方战队占领的战略要比另一方多时，敌方战队就开始。当敌方战队损失全部积分时，就胜利了。所以要努力始终控。太好了，你赢了。现在你是一名真正的坦克手了。